哎，千千，滚回来！我话没说完呢。 能不能有点尊重？话还没说完呢。哈，干嘛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不是要寻死吗？我第一次见寻死的人，话还这么多。是，我不是真心想寻死，但你是真心想逼死我。行了，既然你无情，那就别怪我翻脸。我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写保证书，放弃老房子产权。行啊，保证书是吧？来，过来。干嘛去？写保证书啊？啊？干嘛去？啊， 滚出去！哎哎，不行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告诉你，干活写保证书，什么你？写不写？干什么你？三，刷酒疯是吧你？赶紧过来写！别给我发疯！你出去干什么你？这边写保证书。你胳膊发疯？你出去干什么你？这边写保证书。你胸前，胸前，写什么写？你写什么写？胳膊疼。装，接着装。你怎么了？胳膊疼。接着装，接着装。哎，你扔眼呢？哎呦，你演给谁看？ 你喝不脱臼了，别动啊！哎呦呦，我就让你写个保证书，你手就脱臼了啊！你赶紧给我起来！哎，别动他，别动他！徐清风，你以为你一个医生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我们家是轮不着你掺和啊！赶紧出去啊！现在应该出去的人应该是你。看在你救过我爸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赶紧给我走，听见没？打不死你，我不能对你姐再这样了啊！去！哎呦！ 你是自己走，还是我打电话请警察带你走啊？二对一，不要脸！告吧！没事没事啊，行啊，那你先坐下。谢谢你啊。 你把这个外衣得脱一下，慢点。肩膀脱臼必须得马上复位。时间短呢，它肌肉比较松弛，痛感神经没那么敏感，没那么疼。时间长了，肌肉就会。疼，现在已经很疼了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轻点呗。哎，你说刚才我那两下子，震雷不会受伤吧？ 你别说，你身手还挺好的，我以为你只会拿手术刀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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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着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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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！不能着凉，来，赶紧把衣服穿上。好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赶紧把衣服穿上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刚洗好一跳，太突然了。这刚接完可能会肿，明天我帮你介绍一个骨科的大夫。 然后拍张片子，再听听那个骨科的大夫怎么说啊？听你的。刚才你对付震雷那两下子，真的挺帅的。没想到你还练过呀。外科医生需要很好的体力，所以有时间我也活动活动。怪不得。啊，嗯，你今天得早点休息。哦，那个你也去休息吧，谢谢啊。 没事，我等一会儿。啊！啊，你不用弄我。没没没，你今天不能动，这两天要减少伤肢活动。嗯，多不好意思，还麻烦你。嗯，你说我这胳膊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不会。 你不用收拾了，你别麻烦了，等一下就好了，很快就好。 喝杯热牛奶，好好睡一觉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哦，我想问你点事儿。你问。
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很好。是个很好的邻居。好邻居啊。那你是对每个邻居都这么好吗？我这样，因为你现在是病人，你早点睡吧，我回去。Thank you.